茄子有好多种食法，鱼香茄子、烧茄子、蒸茄子，但又好少有人会生食茄子，到底点解呢？原来是因为生茄子有毒，它含有一种叫龙葵素，又称为茄碱的毒素，会引起口腔麻痹、痕痒、胃部灼痛、呕吐、腹泻，甚至抽搐、丧失意识等症状，最严重更可引致死亡。龙葵素虽然可怕，但又不用怕，它本身是属于植物防卫系统之一，有杀虫功效，在植物之中相当常见，除了茄子、薯仔、番茄类都找到它，好像薯仔发芽之后不吃得都是因为它。而且茄子所含的龙葵素不及发芽的薯仔，所以只要小心加热煮熟就可以放心食用。另外，由于越新鲜的茄子龙葵素含量越低，所以亦有人会生食新鲜茄子，不过味道口感都麻麻地，唔食非损失啦。